我妈跟我说，哎，那个阿信，香港演唱会他可以去吗？我说，就是演唱会你看过那么多次啦，就是什么城市都一样啊。然后就说香港不一样。我说香港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他就说啊，香港大家很热情，很喜欢你们，很疼你们。大家回去要记得啊，跟妈妈说，如果觉得就是太。就是太恶心了，讲不出来的话，那就那就算了。没有，就是跟妈妈说说话嘛，对不对？说什么都好这样子。然后我知道呢，现场也有很多的少女，从这个国中时代开始啊，就是一路陪伴五月天走到现在，不知不觉也上了高中，上了大学，然后好像也有人出社会，也有人自己当妈妈了。有吗？现场有吗？如果现场就已经陪着五月天一路走到现在当妈妈的人，把手举起来好吗？真不知道你们把小孩子放在家里有多么的焦急。不管是谁一直惊喜在我中的我和路你，好久以来原来我一路全部都是妈妈戏，从来没有一句的言言，你丢多少他都信，他就是是全心又全力，直到颤抖了身体。多少年的旋转又旋转，时间一眨眼过去，才发现了妈妈一直是我无声的吸引器。